英雄，我先给大家体验一遍。英雄的掌形和其他拳不一样，英雄的掌形是拇指向外开，四指微分，第三指微扣，成英雄。掌心要扣，这是英雄的掌形。英雄第一个动作从左三指射击，往下抓握，往回撤步，钻出或者钻出，左脚向左前方上步，右手右拳顺右手臂向上变掌，落地之后两手同时向下提出英雄的鹰掌，打出高于腰起，头向上，眼睛目视打前方，两个腿要有夹紧，中间沉着，手腕要塌，掌指要扣，头要上点，这是英雄。上步抓握拉回，上步端出，后脚要跟进至左脚内侧，右起左拳顺小臂向上钻，右脚向右斜前方上步，两手变掌，双掌同时往下往下，左掌高于腰际，右手同住小腿，头向上，眼睛向下，胸肩对准，两腿注意后腿的膝盖要向下，两腿夹紧实力，然后上步，注意脚步不要往前去，要在下，两手同时往下往下用力。英雄的转身，前脚向后边踩后步，手抓我拉回，端出右脚抬起，右脚向右斜前方上步，左手鹰身扣步，端出再喊鹰，要你动作我也就叫收拾
向后撤，左手变拳，往回拉回，端出右拳，然后重心移向右脚，左脚向前上一步，打击，后踢，横躲三拳。英雄一定要注意头顶，强调一点，应往下看，但是不能低头看，头顶臀部的低位，这是练习要注意的。